估下我而家喺边？我而家换好咗件汉服啦。我今日特登嚟咧，就系玩呢个沉浸式嘅剧本杀。呢度有唔同嘅 NPC 可以同佢哋玩小游戏。首先拣任务，然后喺50分钟里面做好任务。我嘅任务咧就系摄魂迷香，呢度就系我任务嘅地方。你好，而家攞到嘢之后咧，又要去转达。每次任务我都需要佢哋重复几次啦，因为普通话我会迷茫，有时听听下。我来说，然后姑娘你写下来。葫芦，冬天气。内圣，大唐盛世的盛。啊，上面一个城。对。琥珀。嗯。什么琥珀？一个王，一个老虎的虎。老虎。哦、不断去不同地方做不同的事，又或者去找器具，有时还可以赚到银两，真的好像玩着 online game 一样。他说我现在任务完成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回去商会那边拿到完成任务的奖金了。现在做完任务，玩完沉浸式的剧本杀之外，跟不同 NPC 玩小游戏，现在就可以在运来方赚下银子。这里是玩大小的，不过好容易输晒啲银两，另外都可以玩其他嘅小游戏赚银两。唔系讲笑，我觉得要喺呢度赚钱系件超难嘅事咯。呢度嘅任务全部都系诗、成语、茶，佢又要玩猜谜语，佢又要完成诗句。文采唔好嘅人可以点？呢个系数学嘅，真系珠心算。拿着这个绿色的，啊，就是零刻度，啊。这种是持平的状态，到一定的重量的时候，咱们一克一克的加。跟住药方配防蚊药，要有咁多银两去换呢啲嘢咯。我而家得翻10两咯，点兑换啊？我要钱。其实中山影视城咧有几个沉浸式嘅剧本杀嘅，一种系遇见长安，佢就包一套汉服啦，捐完后同啲 NPC 玩小游戏啦。而另一个咧就系长安剧好玩，就系我而家玩呢个游戏啦。咁佢有50分钟咧系要做任务嘅，好似我头先咁样走嚟走去，走完之后咧你就可以喺度玩唔同嘅小游戏。即系其实玩完长安剧好玩咧，然后就系变咗玩遇见长安啦。呢度原来是孙中山在日本的故居。我刚刚拍摄的时候有个人跟我说话，然后我发现到他呢度有粒痣噶，佢系偷偷犯。我而家要去话俾人哋听，我要赚钱。我唔会话俾你哋听我喺边度发现呢个人，你哋要自己发现。我赚到钱啦！喺街上面遇到富婆。我未试过赚到咁多银两咯。另外仲有啲特别嘅小游戏，可以帮苏郎中魂附势，仲可以玩速谷。大家玩完咗啲银两咧，可以存入去佢哋当铺度。我做到有5800两嘅，我而家先得个60两。佢而家夜晚着晒灯，好靓啊！6点几开晒灯咯，超靓啲灯笼。不过我而家玩咗成日咧，我2点入嚟，而家就嚟7点啦。我仲系喺一个位置，呢条街就好日本。不过如果自己一个人嚟嘅话，系有啲。大家睇下呢度，好靓啊！置身喺一个花海里面咁样样，好浪漫。打卡一流啊！呢、这个地方真系劲梦幻咯、啊，好似萤火虫。仲有广州街、美国、英国嘅景区未去，呢边嘅灯色又好唔同。大家记得食饱先嚟，因为呢度净系得啲小食店。向前行应该就系英国同埋美国。哎呀，千祈唔好得我一个。你睇下前面劲恐怖咯！啱啱问咗啲路人，叫我唔好行呢边啦。嚟到，酷啊！仲有啲人，但系唔多。呢边好似系美国景区啦。呢个喷水池劲有童话故事 feel 咯，旁边都冇人咯。
虽然刚刚他们说里面还有人，但是真的我一个都见不到，所以我带走了。